面得散，講啲招啊！好耐冇見啦，咁啊隔咗一段時間都冇拍過片，因為太忙嘅關係。咁啊，但係如果咧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中環同埋九龍塘咧，咁啊睇下嗰、那個隧道嗰、那個入咗集啊，那個隧道嗰個展廣告推嗰、那個推廣咧，那個幕牆咧、那個廣告咁樣，咁啊花咗好多好多心血咧，咁啊同埋心思心力咧，咁啊去做嘅，咁所以希望咧。大家欣賞之餘咧，仲可以打個卡咁樣，可以感受一下後面 back end 就做嘢做嘢嗰班兄弟嘅辛苦。照舊飲毒酒，飲咩咧？呢兩樣嘢真係有趣啦！兩樣唔同時期買嘅嘢，竟然係酒關連嘅酒埋一齊嘅。呢本泰座買翻嚟嘅，俾我嘆嘅就係呢個國士無雙啊，係麻雀裏面最日本麻雀啦，最大番數噶國士無雙，即係其實係我哋嘅十三妖。因为咧喺呢个樽身嗰度咧，你睇得到嘅，就咧会有一副有一副十三腰摆喺度嘅，咁就叫国士无双。咁以前咧，我谂大家好似我呢啲咁嘅三字头呢啲咧，唔系可能就系四字头。玩过日本麻雀，街机玩过日本麻雀咧，基本上咧应该都会点都会有一啲认识嘅，譬如因为咧同广东麻雀嘅玩法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啊佢里边咧有啲咩七对子啊咁嗰啲咧，咁其实就真系日本麻雀先至会有嘅番数，即系先食得到嘅。咁你广东麻雀你推出去咧唔使谂噶啦，一嘢你想要正手定反手，正反手啊，咁咧就唔使谂啦。咁但系当然啦，咁你睇翻你同人同唔同嘅人玩法，因为后期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你去玩广东麻雀。咁但係呢之後呢就開始多人玩呢玩台灣麻雀，咁我呢啲都唔識玩啦，咁變咗咩對咩咩對係咪對對呀唔記得啦，太多啦，佢啲嗰啲名好多呀，你啲食呢一大你雞糊呢唔知點解砌呀砌到一大好多番數返嚟㗎。 OK， 咁呢啲呢麻雀先，因為呢廢話太多，除咗呢一個咁樣嘅呢一個高日酒造嘅出嘅國士無雙嘅清酒之外咧，有趣地，我咧就喺某個地方咧就專賣日本嘢嘅，咁咧就去見到有呢一盒 K&K 出嘅呢、這個高日高酒日高沙牛啊，係啦，咁咧就係北海道版本嘅特別北海道限定版本嘅。咁我嗰陣時見佢已經好有趣，因為 K&K 咧呢個咧我都食過好多嘅，咁佢嗰個品質咧都有一定水準。咁我寫得話北海道限定，我更加想去買啦咁樣。點解會同我話我點解會同呢一個有啲關係咧？原來呢間酒廠叫高亞酒造，佢咧喺北海道咧，除咗釀酒之外咧，就釀牛嘅。咁佢攞嗰啲酒槽咧，就喂加埋落去啲飼料度，俾啲牛食。咁所以咧，你食佢嗰個牛咧，就會食得到嗰個酒釀酒嗰個鋪嗰間公司嘅嗰個傳統嘅味道啊，係啊。咁就變咗相對嚟講就係點解會有關聯啊？但係好有趣，我真係呢樣嘢係分開買嘅，我完全唔同時期去買嘅，但係竟然可以走得埋一齊。今次飲毒酒就是呢一個國士無雙同埋高日酒造嘅日高沙牛。咁啊呢排咧就係嗰個奧運啦、京奧啦咁樣，所以啊非常之高興咧。咁啊日本嗰邊咧亦都攞咗好多金牌，咁台灣嗰邊亦都攞咗好多史上嘅第一面金啦。咁啊我哋呢邊漁村呢邊咧，咁啊再加那個劍擊咧，同埋游水都攞到啲金牌，咁啊非常之恭喜！翻嚟飲呢個國士無雙啊！咁啊杯裝酒呢啲啊最簡單啦，拉環搞掂。咁啊，我咧就會推薦大家咧係雪凍佢嚟飲嘅。咁啊，因為始終呢啲係又倒死咗，呢啲係嗰啲叫咩話？杯裝酒呢又未去到話大吟釀咁樣，但係其實佢個品質呢都唔會差嘅，因為呢如果日本佢本身個酒造呢，即係嗰間做酒嗰間嘢呢，
佢都會係攞呢啲搬裝酒嘅形式咧，去去令到人咧容易啲去睇下去試 tasting， 去試佢間酒廠嘅味道係點樣。咁所以佢都唔會喺呢、這個喺呢啲罐呢啲杯裝酒嗰度咧係即係會覺得誒 hea 你啊咁樣嗰啲嘢。咁所以咧，貓叔就係最中意就係試呢啲咁嘅嘢。誒、哎，哥俊，減肥減肥，誒、哎、好香喎、啊！我冇諗到，我冇諗到佢嗰個清酒味都幾出的。因為其實如果我講緊我用一粒米兩粒米，即係三粒米啦，去比較嘅話咧，佢唔輸蝕得過佢。嗯，好飲，佢夠凍嘅話咧，你其實飲耐咧，你嗰個清酒個香咧會發出嚟。但係熱飲咪熱飲啲咯，係啊。不過你凍飲你反而你佢嗰、那個佢就去考你嗰、那個咩鬼？佢嗰個米香咧，嗰、那個持久力喺唔喺度？咁你我飲落去咧，佢未去到話持久留香會喺一段好長時間醖釀喺裏邊，譬如好似啲咩茶劑啊咁嗰啲。但係你飲落去嗰下飲酒嗰個感覺咧，佢係好有都有一個有好有足夠嘅力量咧，一嘢打上你個腦度。嗯，最重要咧，佢唔係嗰啲 cheap 酒咧，即係辣又辣又即係點講咧？我又唔可以講話佢即係。嗰啲係叫炸，跟住你飲得呢啲咧，有時候咧都係啲 OL 唔係 OL 啊，即係翻工嗰啲阿大叔咧，咁咧就飲落去啊，要有勁啊嘛，要勁啊嘛，飲落去頂住，要就係一嘢上腦快啊，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點樣抵抗得到嗰、那個其他周邊嗰啲人咧嘅輿論咧，係咪先？如果唔係我下下都係專業嘅話咧，我真係頂唔住，真係頂唔住嗰啲咁嘅。人哋唔专业嘅评论噶啦，嗰啲好烦嘅。OK， 好啦，咁咧就试啊，个酒啊试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饮毒酒呢啲咧，我一定会系配翻个有个小食配嘅。咁啊，唔系罐头我自己煮啊，简单。咁啊，今次我咗呢个同佢一模一样高沙酒做嘅仲养殖嘅养嘅牛。做出嚟嘅罐頭，咁呢個咧寫住北海道限定嘅高山牛啊，咁咧冇跌曬，咁啊禮拜牌啊，係咪先？咁啊，我覺得環保嘅，咁啊今年嗰個奧運都環保啊，咁啊所以咧就亦都係講緊佢所有好多嘢咧都係用環保嘅意識咧去做出嚟嘅，尤其是呢個金牌啊，佢係咧回收好多咧嗰啲叫咩話？高智能的電話，即係唔係3310，咁咧就用好多回收好多嗰啲高智能電話咧，就用佢裏邊嘅重金屬咧，即係貴價金屬咧，去提煉嗰個獎牌。咁其實咧，你可能大家可能冇留意咧，其實咧好多而家嗰啲智能電話咧，其實裏邊咧亦都會有好多金屬喺裏邊，有好多貴金屬啊。咁所以咧當然啦，你自己啦，你唔好好似淘金咁咧，能夠自己可以喺個洗手盤嗰度搞啦咁樣。咁就呢啲咧，就要用好多用其他又要用啲化學物質咧，先可以提煉到嗰啲重金屬。咁啊，所以有趣嘅呢、這個變咗係你嗰個叫做咩啊？長知識咯。咁因為呢、這個我覺得日本做嗰個環保係今次呢個環保係幾好。好，翻翻嚟呢个，咁啊呢个咧就系嗰、那个咩啦，高沙牛嘅嗰个罐头嘅，我摆喺度啊，呢度清楚啲。咁啊高沙牛嘅罐头咁啊细细个冇乜嘢，咁啊都叫实净嘅，因为我好怕啲罐头咧里面水分太高咧，感觉上好似冇咩黏度。咁啊，好，你坐开少少先，我抹翻干净张台啊，因为咧手震啊，抹补死。OK， 好啦，嚟啊！哎呦！哇！
欸，有趣喎、啊！啊，哇，好香啊！因為其實佢咧呢一個今次呢一個高山牛嘅呢一個罐頭咧，佢唔係話淨係齋單單嘅牛肉噶，佢個牛肉咧係用咗有支胡椒咧去煮，咁所以咧就喺度。廚房嘅好處，近廚房嘅好處，喺廚房拍嘢嘅好處咧，就係咧你立求其乜嘢都立得到。咁咧就有子胡椒味道嘅，所以好香啊！等陣，而家我攞翻個 close up 咧俾大家睇下。咁同埋咧，佢又唔會話淨係單單係就咁咧牛肉啊，佢啊有少有都賴啲肥膏，我覺得似係你嗰啲叫腩位嗰啲咧。哎呀，嗰個佢唔係一嚿嚿嘅，佢係一片片嘅，咁啊變咗方便啲咧，你食當然啦，配翻呢個好朋友啊，咁先至好平均啲啊嘛，大家咪先一嚿牛一大嚿牛肉啊，擺落去嘅時候，成嚿牛腩擺落去嘅時候，你同啲呢、這個好朋友又點樣混合埋一齊咧？做一個交流咧，係咪先？啊，都係嗰句啊，記住啊，十八歲以下嘅小朋友唔好飲，同埋揸車嘅人咧，盡可能唔好飲啦，唔好低估，即係唔好高估你自己嗰、那個能夠酒精嗰個測試啦。即係我如果我有兄弟咧話揸車咧，我都會同佢講話，你唔好飲啦，算了，我頂你，我幫你頂，你輸嘅我幫你頂。OK， 好啦，咁我試下呢個有子胡椒味嘅高山牛，這個是高山牛，即是北海道的一個 高酒造的這個你買給我這個清酒的那間酒廠，它呢原來呢除了釀酒之外呢它還養牛。哦，它養牛，牛有沒有飲酒？有啊，真的有啊，因為呢它做這個釀酒的時候咧，咪有啲酒槽嘅，即係啲酒膽啊。佢啲酒膽咧撈埋落去嗰啲字都攞俾啲牛飲，個味幾好啊！OK 喎，因為咧佢因為佢有支胡椒咧，所以咧佢有少少酸酸咁樣咧，咁變咗你唔會你個人會淡一淡啊，同埋開胃啦，咁變咗就冇咁飲，即係你飲呢個嘅時候，飲呢個嘅時候就會辛，即係飲得多就辛苦咁樣。咁所以咧，攞呢個咧跳一跳咧，我覺得係幾好。嗯，哇，好大口啊！有酸喎入邊，算多啊！佢擺幾條金菇落去。係啊，好算多啊！呢、這個底有洋葱喎。係啊，佢係咪洋葱啊？我真係好似係，可能真係洋葱，睇下。食唔出？葱嚟啊！不是葱，嗰啲京葱可能是洋葱，可能是洋葱，但是就你食唔到嗰啲，食唔到嗰啲咩啊？嗰啲咩鬼臭青味啊？冇啦，咁辣。系啊，咁啊，成罐咧，全部咧都系一片片噶啦，咁啊细片嘅咁样。唔系，佢有肥肉同有瘦肉喺。系啊，咁变咗咧啲肥肉，你食落咧好香。啊，呢、這个仲正，呢、這个国时无双呢、這个。我是不是要襯佢先？你問我咧，就一個相對性咧，就肯定是一齊噶，因為咧大家都是同一間釀酒廠啦出身嘅，所以個味道肯定對嘅。但係佢最正是佢嗰個味唔係以杯裝酒嚟講咧，有呢個咁嘅級數咧，其實是超值的，都算易入口。而係啦，入口，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呢啲杯裝咧好辣口嘅。嗯，唔错，大家咧有兴趣咧可以试下，因为咧呢、這个咧就唔难买嘅，好多你近少少附近嗰啲超市咧，大型啲超市咧你搵到噶啦，呢罐唔难搵，呢罐就比较难搵啲，呢罐就真系比较难搵啲，咁啊你要撞手神啦，咁啊我咧喺旺角某个地方咧搵嘅，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啊下边咁我一定会留又一定会回你。有禮貌，我一定會回你。我咁樣講先。好，咁啊，嚟緊
奧運咧而家應該都行到尾段啦，咁啊應該都仲有好多，我諗係咪啊？唔係一半到啦，一半到啦，而家8月1號嘛，咁就希望嚇嚟緊仲有其他嗰啲賽事啊，咁啊台灣同埋日本仲有港隊咧都可以加油。咁啊我啊畫近排又有塊 iPad 啦，咁啊但係咧我啲畫工咧仲係嚇唔係好見得人，咁所以咧我就唔會好似唔能夠好似嗰啲其他畫師咧，就即刻出 post 去畫個攞獎牌嗰、那個幅畫咁樣。咁啊，另外嚇，隔咗成年幾咁，啲頭髮亦都有啲長度啦。如果有啲嚇邊啲髮型譜或者美髮型師咧，有興趣咧，能夠可以剪一個嚟緊我。要參加好兄弟嗰、那個叫做咩啊？婚宴咧、啊、我又諗住咧就可以俾個頭你、啊、去搭一個適合嘅畫面去去祝賀呢個好兄弟嘅婚宴。咁啊，如果嗰、那個大家個髮型師有興趣的話咧，咁可以喺下面留言，我 100% 將個頭交俾你。咁當然啦，你唔會同我講話你剪短會好睇啲。我諗我都會問你要正身定反手啊？正反手啊！有興趣咧就試下啦，唔難買嘅。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咧，如果想繼續收睇我訂閱貓叔，繼續飲毒酒，拜拜。